我们现在可以上一个网站去看它的视频效果。可以说这是一个视频网站，那我们可以点选看它的视频效果。所以当我们每次一点选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是一个新的程序的开启。这个地方可能连线会需要花点时间。那手机本身呢，它有支持 Flash 的功能，所以它可以播放这个 Flash 的影片。那除了这个刚刚提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呢，就是它的 Synergy 的功能，我可以把我的自己的各种账户呢的 Calendar 通通整合在一块。对不起，没看清楚，不好意思啊，从我的角度没看清楚。对不起，我可能要。